阿贝，我来了 ！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，欢迎回到亚洲最大孤勇者研究团队，没有错。今天这一集影片呢，我们要来抽这个数码的活动了。先来跟各位观众们报告一下，各位研究员们，我呢之前有这种类似有通行证的活动，我每次都买好买满，想说呢要来晒一下，但是呢一次都没成功。欸，现在可以一键领取，欸，我想要靠晒晒到一个造型，但如今呢一次都没成功。不过我觉得呢这次应该是会有机会了吧。欸，这22锤我们先敲敲看好了，如果敲得不错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坐骑抽出来看能不能敲得不错啦。然后听说是先敲这个角落，看起来这听说呢还是听说就好了啦。看怎么有点非洲啊，完了算了，看起来呢我是没这个命了，没这个命来抽这个坐骑啦。如果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抽到这个坐骑，我就补刀把它补出来，官方拜托一下，干他妈的才18层而已，算了吧，好像有点非洲。看，算了，好飞哦，妈的亏钱了，至少让我加一层吧，干什么亏烂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抽看能不能白嫖了，好不好，能不能去白嫖到这个神奇了。来，这六个如果可以敲到下一层，我就把它刻出来。哎，可惜没有。哎呀，真是的，我是想刻出来耶，但没办法。哎呀，怎么没有敲到啊，真衰啊，想刻都没得刻啊。哎，这边再送一下，搞不好再拿到一锤，直接一敲入魂，好不好？来啊，没拿到锤，五克都17层了，还喜得安安。OK， 好了，我们来开抽了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们一共呢拿到了170抽。我们福听说有五克抽到翅膀，怎么可能啊？五克只有70抽抽到翅膀，我直接到那个马桶，把那个屎有没有拉出来的把。吞回去，我跟你说。好，那至于说呢这个翅膀神器，值不值得抽，在这边有攻略，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，有非常详细的这个实测过程，还有呢我们全部，重新诠释，最终，到底值不值得抽啊。那这一把神器呢对于弩手跟战士来说是有用的，然后它的期望值啊，大概是落在了10%到20%左右的一个强度，也就是说呢，你整套伤害打完，大概有10%的伤害是由这个神器打出来的，所以它的强度呢还是一定有的。如果你没有挖枪的观众呢，是可以考虑抽的。哦，不过它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大的缺点啊，就对法师来说，就是如果你以后要玩法师的话。这把神器现阶段是还有用啊，不过听说以后会把这个改成都不会暴击啊，那时候的话对法师来说可能就好。至于说如果今天你是大氪玩家，你还没有大威天龙的话，是蛮值得把它抽出来，然后顺便去拿个大威天龙，就是更玩两轮啊，因为这大威天龙它的持有效果就是可以加我们那个被动的强度啊，拥有之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减伤 10% 了，还蛮不错的，还蛮不错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，开抽啦！无氪都能抽到翅膀，哎，这个活动有通行证的活动，我跟了快10次了，他妈加起来也快一单了，也快抽快一单了，感觉我是不是都不要抽，然后囤着来跟一个还比较实在，对不对？靠腰，来，各位观众，这一次换我出货了吧？来，该换我嫖一次了吧？该换我爽一次了吧？来，那至于说阿贝为什么你不抽神器呢？哎呀，我到现在哈，哎呦，进阶一次喽，进阶一次喽，翅膀出来吧，来。
跳翅膀的动画，该来个翅膀了。通行证白嫖，来，完蛋了，怎么是长这个样子啊？靠腰嘞，那这样只能第二次啦。第二次就要出货了，来，剩下最后40抽，各位观众，来，干。不可能再抽到了啦！干又妈的又是什么齿轮啊？有够衰耶、欸！通行证130，翅膀跟齿轮，妈的也太欧洲！哇，你的头不？我说那个，我没有在看人家照片，没有，我看起来是这种那么肤浅的人吗？来，晚上好 ，Miss 娜娜，娜娜。给我力量，嗨，九上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啊！来，最后了，最后的海底捞，海，敢该换我一次了吧？不要每次都不给我啊！海底捞，耶！笑死！认真觉得第三个限量要出了，刻下去吧。好，捞到几不赛？哎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补嘞，还补70抽嘞，补70抽还两个670耶！你真的出去骂人了？这个翅膀对于现阶段的强度呢，也是蛮不错的啦，啊，因为现阶段的战斗时长就不会打到这么长嘛，差不多就刚好打在这个30秒以内啊，所以也是一定有它的这个强度在的，哪里划算的还补嘞，对啊，招财猫如果有跟到就抽了，对啊，招财猫当初有跟到就抽了，好啦，最后呢，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。在大师的强度，好不好？哎，没想到呢，竟然感觉快要可以上到我们的百炼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感觉百炼快上去了，快上到百炼了。先换这个吧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整体的一个机体，会把我打下去 ，OK， 给大家跨买几嘞啊，来哦，我的血量快要破亿嘞，应该早就破亿了吧？那我们来随便挑个人来打啊，不是，我们要好好的挑个人打，我们准备要上这个百炼了，好不好？来熊豹，打我们。我们这边几乎都是要打战力比我们高的，来熊豹，来，哎呦哎呦哎呦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哦，看我这么强哦 ，Are you serious？ 看我有这么强哦，哎呦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机遇云啊，很酷哎。来这边拿一下，妈还有个拖后腿，不过这没差哎、欸，哇，这三个也是不错，可是不是红莲兽啊，可惜。哇哇，巨晶蛋有一个巨晶蛋，来咯各位观众，来一个四鼠，靠腰，怎么妈怎么反弹人家连击呀、啊？哭啊！什么蛙哥啊！好，来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我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宠物可以带啊，可怜呐、啊，可怜呐、啊，胆小怕事是什么？这个飞虫属性降低，这个也不是很好。好，来，
开揍了，开揍了，开揍了！没想到我刚竟然打得这么轻松哎！我来，我往上面打了，我现在膨胀了，来65000战力，你们觉得？看这有点差太远了吧？这有可能吗？来65000，这个差的有点远啊。看有没有机会？哇、哦，他打我好痛，他打我好痛，他打我好痛，看他打我超痛的，来起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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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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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敌无敌，第二套第二套技能，干，我差一点他妈第二套技能好了，干，哇靠，差点啊，可以约到65000嘞，哇，派派派，超派，干，直接挑上面的打了，我现在膨胀了，啊，61000都轻松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膨胀了，干他妈这玩法师哎、欸。膨胀了啦！我有翅膀就赢了，是不是？赖阿弥陀丸59000，看这59000这么猛哦！看一下，可以吧？啊，抗爆！我敢抗！我干他爆伤高我超多600%哎！干太扯了吧！600%是什么意思啊？赖阿弥陀丸，我跟爬来，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极限可以约到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干，为什么我被晕了？靠腰嘞！哦，碎碎碎，双分身，呼呼，拔烂他，飞飞飞飞飞，碎碎碎碎碎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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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！干他有挖枪，鸡巴嘞，挖枪不要来，干他有挖枪，那缴械第二轮，碎碎碎，干他喂。哎呀，哎呀，是是是，哎呀，无情开虐，就说我上来就是要嘎嘎乱杀的，是不是？无情越战啊！我感觉我们现在挑差不多五万九就好了，六万感觉会有点硬了、啊。我们尽量挑这个上面的，把他们打下来啊，打下来就换我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来打他们下来，干61000，妈的，有点多啊！往下挑好了，这上面好像没什么感觉，没有什么好的。我看下面战力都这么高，这个60000来，月神，我再往下看好了，再往下，我还是挑我附近的就好了、哦、不要太嚣张，好不好？不要太嚣张，来66000啊，60600，妈的，该巴瑞。敢不要有挖枪哦！是是是，哇，双分身，呼呼，飘飘 ，easy bro， 看我真的他妈要上百炼嘞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哇靠，哇，百炼我来了，来609幸运星，欧洲幸运星，我看你幸运还是我幸运啊？啊？来，你幸运还是我幸运呢？哇，这边双方的分身，我干他，他怎么那么早就打我啦？大哥，我错了，干你真的欧洲，你他妈真的幸运啊！干我错了。靠腰嘞，什么鬼呀、啊？真嘟假嘟，干你的嘞！我是扫把星，哇靠！好啦，我们这个欢乐的时间，哎、欸，欢乐的时间，我也带晴天呐、啊。什么叫当然比我快、欸？我也是晴天加青牛啊，他就是欧洲人，对不对？欧洲人就会有这个一个 buff 加成，我也是穿青牛啊，没关系，不是重点啊，就等下礼拜我的这个 3S 的全连就要出来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已经囤了4000K 哦，到时候这个升上去呢，
我也还有1000多 K 可以洗，好不好？到时候洗出这个4个全连一个生命，直接嘎嘎乱杀打上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欢乐时光中过特别快，又到时间讲拜拜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，下集影片见，拜拜。